哦，Ben 八七三，这个人肯定是我的小粉丝。哎，等一下直接放走。啊，这把玩家之鬼，我要解家之鬼任务，想要要斩杀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带个斩，带个斩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顶配夹哥的布夹过程，就大概让你们了解一下这场夹子摆在哪。然后先砍了一个血祭瓶，挂起来。OK，这边到了小屋。哦，看到我们的 Ben 八七一三喽。其实这个夹子是开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踩到，可能我也是外挂。哎，然后我们现在就紧紧的跟着他，狠狠地。哦，走那边要踩夹喽，Ben。去，哎，快到一层，然后拿去挂起来。我靠，他们一直点夹，不要点。好，我们过程省略，反正我们是挂到 P4 了。然后这个 Ben，哎，他的血也不慢。然后我们先来追这个血祭瓶。来一刀，可以哦，快到零层。然后这边稍骗一下，在这边，哇，滴出来了。然后一个挥到尾刀，很舒服。进去找人，哎，又是你，阿贝。哦，夹子没开，很可惜。开始给他绕大圈。哦，这边关键的来喽，来，他绕了一圈，两圈，来，请注意，我杀戮起来了，然后我有贴膜，他也有贴膜，来，第三圈，哈哈，哦，要迈向第四圈了吗？第四圈吗？能不能第四圈呢？可以第四圈哦，而且重点是，刚刚路径还歪掉喽。哦，第五圈喽，第五圈喽，啊，下板，哎，非常厉害，一个小屋绕五圈，哎，其实我当下在玩的时候，我是就觉得怪怪的，可是又觉得还好，可是又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废，就是追不到他，是我自己废，对，被绕五圈肯定是我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过程省略，我们又找到了这个阿贝。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常，所以有时候我突然会看不到他一下，感觉距离被拉开而已。这个就，这个被骗到啊！我们不斩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放我们小粉丝的。对，在玩的当下，我并不觉得有就是特别异常奇怪的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先把他干掉。对。我们要过程省略，总之这个血祭品，我先砍掉，因为刚刚追那一波，我的进度直接炸开，直接斩掉。然后 P4 被挂了，这过程都省略啊，因为重要的不是他们，重要是那个 Ben， 重要的是我的小粉丝啊，我的 Ben 八七一三，哦，出现了。哦，要硬拉吗？对，他这个心脏的时机抓的是非常完美。然后刚刚那个抓被取消，不过那是官方服务问题啊，非常正常。哦，我们继续再来挑战 Ben 的小屋。来，我们看这次他能绕几圈。哦，这是一个哦，主播一个神奇背走，可以哦。哇，这个方向比的是真的好。好，我们就放着放着，我们也不挂他，因为他要三挂了，我们拿他来钓鱼。那对，其实没钓到鱼，总之他来开这个门，其实来挡，没挡到，还挡得好，挡得好，没挡到。人类，他怎么突然飞了一下？这个我觉得还好，
因为有可能是官方服的问题，所以他飞了飞了一个距离。哦，我把他抱进来钓鱼啊，结果皮子直接走了，那我们就只好让他爬出去吧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没有多想什么，然后就反正我就让他走嘛，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在游戏内遇到粉丝吗？还是我自己想太多？就是这个被873会除了我以外，除了我这个鬼脑袋，会有别人想娶吗？应该是还好，所以反正他如果不是我粉丝，他一定也看过我的影片嘛，或者是不小心有看到我是谁。好，我们就抱着一个仁慈的心，让他爬向大门，迈向大门。哇，兄弟，怎么样啊？被人盯着爬，舒不舒服？他一定觉得很莫名其妙，为什么不杀他？我就是准备看他出去，看到我是被人的反应，结果他出去就直接跳掉了。好了，再见啊，阿贝。来，主播事后越想越不对劲，那个 Ben 8713啊，不是啊，小屋绕五圈啊，你是田径选手是不是？那个什么牙买加闪电跑到台湾来啊？没关系啊，我现在连造型，你的造型我都跟你选一样，然后你的疲劳计，你带的那根手电筒我都选一样，我们等一下就来测我小屋能不能绕五圈。开始。我来贴膜，来贴膜，使劲贴。来，这样算一圈哦，这样算一圈。好，两圈都不到就死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绕五圈的传奇场景。那这部影片用意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，主播只剩下黑粉了，主播没有粉丝了，就连这些模仿犯也要偷开加速外挂。本尊竟然打不赢分身啊，有点夸张了，有点夸张。现在再看一次觉得很搞笑，我杀戮值都已经两层了，还是追不到，依然追不到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明天晚上6点见。